完了，我要迟到了。和潘城贝健公司的广告合作。刘美好，你迟到了，罚款200元。这不是还有一分钟吗？周一里会早10分钟到公司，我刚定的位置。怎么了？易总，今天的例会取消，大家解散吧。空调早到咱们公司还习惯吗？啊去！哎呀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工作归工作，也得注意身体啊。嗯。刚到公司就勾搭上总裁，罗美好，你挺有本事的。我当然有本事，不然干嘛把我过来？既然你这么厉害，和康城贝健公司的广告合作就交给你了。这么多调研报告，你让我一天时间准备？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？如果你做不到的，就给我滚蛋！谁说我做不到？你好，可以帮我做一个调查问卷吗？哎，你好，女士，可以帮我填一份调查问卷吗？可以，谢谢。在这里写名字就是。哎哎，你怎么了？我有点低血糖。我家就在附近，我扶您过去休息一下吧。丫丫，妈妈晚上又要加班了，让外婆去接你好不好呀？我拿了一些糖和温水，你快喝一点温水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工作太忙了，又要赶着回去带孩子，太狼狈了。没关系，我理解，但对工作负责，爱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宠爱自己啊。看我这一天天忙的，才30出头呢，就一脸疲态。脸可是一张名片呢，得拿出好状态才能让人更相信我们的能力。你试试这个叶子紫感小粉瓶，它是专利级胶原，不但有双肽搭配，能让每一滴都化作成绩，还富含 YPGAGS 因子，可以像磁铁一样把睡懒觉的胶原蛋白叫醒起来，团结干活，相当于口服界的玻色因呢。你囤了这么多呀？嗯，他们家真的很懂女性的需求，还用了8年的时间研发，才升级到了胶原蛋白2.0时代，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。你真的很了解这个品牌呢。我不仅是 YEP 磁感小粉瓶的忠实用户，而且为了跟他们合作，我正在写调研报告呢。你人好，对工作又认真，如果我是品牌方，我一定会选择跟你合作的。承你吉言，我一定会拿下大客户的。这次报告做得不错啊。多谢总裁夸奖，我总算没有白熬夜。这份报告明明是我写的，跟你有一毛钱关系？罗美好，你上班迟到早退也就算了，怎么现在还学会抢功了？总裁，这样的员工我们可留不得。罗美好不是你说的那种人。你就这么相信他？当然，我喜欢的人我绝对相信他。总裁，你喜欢他就可以包庇他污蔑我了？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份报告是他做的？人证算不算呀？你谁呀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证明？闭嘴！这位是汤臣倍健业务的李总。原来你就是我的大客户。这份报告是我亲眼看着罗美好做的，我不记得你有出过任何一份立案。我们品牌只跟真正了解女性的追求，也同样梦想让女性各自发光、拥有自信的人合作，而这个人只能是罗美好。